没钱就没有 ChatGPT。而这钱是一个叫 Sam Altman 的人搞来的，开发 ChatGPT 的公司叫做 OpenAI。Sam Altman 上任 OpenAI CEO 2个月，微软的10亿美元投资就来了，这家公司的 AI 模型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最近经常看到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ChatGPT 诞生在了硅谷？答案的一部分可能就藏在这位 Sam Altman 领导过的另一家硅谷企业 Y Combinator 里。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老弟小伙伴也请坐。我是林毅，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家培育公司的公司 Y Combinator。Y Combinator 简称 YC， 总部位于加州山景城，是一家初创企业投资公司。和华尔街的投资同行们比起来 ，YC 的气质相当独特。与其说这是一群商界精英，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技术宅，特别是早期。首先 ，Y Combinator 这个名字就是个编程概念，叫 Y 组合子，用来在原生不支持递归的语言中实现递归。递归做的事儿就是把复杂问题拆分成一串简单问题，再通过简单问题的结果反推出复杂问题的答案。这就和推动目标远大的初创企业从零开始，一步步发展壮大这件事巧妙呼应。所以 Y Combinator 这个名字搞商业的看了可能一头雾水，但搞技术的一看就心领神会。除了名字 ，YC 培育新企业的方式也是工程项目导向，和传统商业公司不一样，不仅出钱，而且出力。而且还提供钱和利以外的技术资源和人脉资源，更好地帮助技术公司把事做成。这种独特模式让 YC 成功带出来了一众明星科技企业。它本身的名气可能比不上苹果、谷歌、英特尔这些硅谷前辈，但从2005年成立至今，它孵化出的企业超过3500家，总市值接近10000亿美元。可这么一家创业巨头，18年前也只是一家启动资金20万美元的初创小公司，核心人物还是对情侣。不过在这段浪漫情节之前，故事的序章还是要从三位技术宅开始。YC 的四位创始人有三位在哈佛大学念过书。在 YC 之前，这三个人在一个叫 Weaweb 的网站上收获了第一次创业成功。Weaweb 是一个购物网站，它开创性的构建了一套在线服务架构，商家不用买服务器，不用注册网站，只要通过浏览器在 Weaweb 上点点鼠标，就能搭起来一个功能齐全的网店。这在今天的天猫、淘宝、Amazon 上都是稀松平常，但 Weaweb 可是诞生在1995年，谷歌的两位创始人都还没辍学呢。所以 Weaweb 要从零开始摸索，完全无从借鉴，技术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团队里确实有奇才。Weaweb 的三位核心成员里 ，Paul Graham 和 Trevor Blackwell 有点离经叛道。作为科技公司的创业者，竟然都拿到了毕业证，还是博士学位。相比之下 ，Robert Morris 就非常循规蹈矩，在本科阶段就顺利辍学。不过准确的讲 ，Robert 是被哈佛大学勒令退学。70年代初，哈佛大学接入了互联网原型 ARPANET 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到80年代 ，Robert 上学的时候，由于设备老化，哈佛已经和 ARPANET 断联了。没人在意这个事儿，但 Robert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花了一学期时间让哈佛大学重新连上 ARPANET， 结果荒废了学业，被勒令休学一年。后来 Robert 还是回来把本科学位拿了，但他的好奇心和技术力给他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读研的时候 ，Robert Morris 想知道有没有可能统一控制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结果搞出来了 FBI 著名网络案件之一 Morris 蠕虫事件，瘫痪了当时的北美计算机网络，也因此成了历史上第一个被定罪的网络黑客。这也是为什么 Weaweb 的人员列表上找不到 Robert 的名字。不过拉到最下面会看到一个叫 John McRTM 的人，他的邮箱名 RTM 正是 Robert 的全名 Robert Tappan Morris 的缩写，这就是 Weaweb 背后的技术奇才。在哈佛读本科期间 ，Robert 常常编程到深夜，也因此遇上了同样经常在夜里写程序的研究生 Paul Graham， 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两个关系有多好呢？在著名的 Morris 蠕虫程序攻陷北美网络前一周 ，Paul Graham 给 Robert 发了封邮件，问他：“你那个小项目怎么样？”根据后来的证词，在1988年11月2日蠕虫程序失控当晚 ，Robert 第一通电话就是打给 Paul Graham。所以1995年 Paul Graham 打算做 Weaweb 的时候，立刻叫上了自己的好朋友，已经服完了3年缓刑的计算机天才 Robert Morris。 可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位电脑鬼才就不高兴了，他说这活我都干了一个月了，怎么还没干完？于是 Paul Graham 就知道是时候增加人手了。 Paul Graham 问 Robert 谁是他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Robert 推荐了 Trevor Blackwell。 到这儿，技术三巨头合体完成，三人合力奠定了今天的电商网站乃至各类 SaaS 在线服务的架构基础。当然，这项技术的价值很快便体现了出来。1998年，雅虎以公司股票的形式收购了 Weaweb， 总计4900万美元。
财务自由之后，三位技术宅过上了潇洒的生活。后加入的 Trevor Blackwell 成立了机器人公司 Anibots， 电脑鬼才 Robert Morris 回哈佛开始了博士研究，而 Paul Graham 则过上了闲云野鹤的半退休生活，写写文章，写写程序，做做演讲，办办聚会，顺手还谈了个恋爱。2003年 Paul Graham 在自己家里办了个聚会，遇上了当时正在波士顿一家投资银行工作的 Jessica Livingston。这次活动之后，两个人开始约会。 Jessica 很喜欢 Paul 的思维与智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可能听任何人的话，直到遇见 Paul Graham， 他觉得这个人的话自己还是有可能会听的。跟 Paul Graham 聊天肯定是很有意思的，毕竟他是个作家，成功创过业，还有个搞垮过北美计算机网络的传奇朋友。而这里面 Jessica 最感兴趣的正是这三个朋友革新网络技术改变世界的故事。2000年初，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金融收缩， Jessica 在投资银行的工作越来越无聊， Paul Graham 的故事又让他对初创企业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辞了职，开始寻找风险投资工作。结果发现这些投资机构一个个给个简历答复都慢吞吞的，正巧 Paul Graham 也一直想和两位老朋友再做点什么，于是05年3月，这对情侣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创办一家风投公司。很快 Paul Graham 把 Robert 和 Trevor 也拉了回来，四人团队搭建完毕， Y Combinator 正式诞生。刚开始四个创始人都没什么风险投资经验，所以他们决定先组织一个本科生暑假活动，名字就叫 Summer Founders Program 暑期创业营。学生们组队做项目，每个项目最高能拿到$20,000，而 YC 这边可以得到项目 5% 到 7% 的股权。不过四位创始人并没有真的把这些股权当回事，按 Paul Graham 的说法，这些给学生们的钱就是他们做 YC 应该交的学费，花了这些钱他们才能积累到培育初创企业的经验。而另一边，学生们有钱赚，还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也不算是浪费时间。可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次随意的试验让他们阴差阳错的直接摸到了成功密码。05年夏天，这第一批学生项目编号 S05 诞生了著名的 Reddit 论坛网站。2021年最新一轮融资的估值达到了$100亿。除了这家明星企业，其他学生今天也都担任着各大公司的高层职位，比较有名的像退市的 CEO Emmett Scheer， 还有近段时间热门的 Sam Altman。 Sam 后来成了 Y Combinator 的总裁，再后来又领导着 OpenAI 一路烧钱一路崛起。不过这里面也有悲剧事件， S05 中的一位学生 Reddit 创始人之一在2013年自杀身亡，但这件事和创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回到创业这个话题，从任何角度来看，YC 的第一次试错都取得了完全超乎预期的成功。不过这种意外惊喜也有据可循，一个是人才的集聚效应，一个是 YC 的独特模式，另一个则是 Jessica Livingston 这位关键角色。首先， YC 这次试验误打误撞地把充满创造力的学生们而不是商人们聚集在了一起。与其说 YC 是风险投资公司，这种做法反倒让它更像是一所大学，而这种氛围可以为学生们的进步提供巨大的助力。 Paul Graham 在总结 S05 经验的文章里举了一个例子， YC 的技术宅三兄弟挑选的这些学生们也都是天才技术宅，但恰恰有件事他们都极不擅长，就是上台讲话。但面向投资人的现场演示和演讲又是绕不过去的一关。 Paul Graham 直言，在排练的时候每个团队都表现得极差，教都不知道该怎么教的那种差，所以他们也没抱希望，提前就去跟看展的投资人们讲，说他们做的东西很好，讲的不行，只看作品吧，理解万岁。结果到了路演那天，每个团队的演讲都极为出色，就像是专门去表演学校培训过一样。用 Paul Graham 的话讲，就是学习速度太惊人了，甚至有点恐怖。他认为原因就在于人才的集聚效应，学生们自己练习的同时也会看到其他团队在讲台上的问题，自我反思，彼此讨论交流，这样会带来非常高的学习效率，于是就有了最终演示那天的效果。除了把这些少年天才聚集在一起， YC 对待学生们的态度也和其他创业孵化公司截然不同。实际上 Paul Graham 认为 YC 跟泡沫时代流行的孵化公司完全相反，他觉得那些跟风成立的孵化公司压根就是无效孵化，这些所谓的创新基地管得比传统风投企业还要多，他们把初创企业拉到自己的场地里，恨不得让创业者什么都按着标准化的流程走。 Paul Graham 在 YC 推行了截然相反的策略，他鼓励学生们跟着自己的想法走，独立做决定。他在文章里写道，这是我自己的公司，这种感觉对创业成功非常重要。事实证明 Paul Graham 的策略是对的，把创业者推下悬崖，他们就会自己长出翅膀。Paul Graham 说，一个夏天之后，这些学生看着就跟长高了10多公分似的，
他们惊讶于自己居然真的把事儿做成了，也因此获得了自信。而这种自由的氛围也让 YC 更像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一家投资公司。如果说 YC 是一所技术宅创业大学，那这所大学的成功还要仰赖一位慧眼识人的招生办主任，这次跟 Livingston。 S05 的学生们聚在一起能产生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离不开人才的聚集，自主的氛围。但这种效应能够最大化，则是因为这些学生都富有热情，乐于分享。把这类人从候选者中挑出来，靠的就是这位女性创始人。在过往的市场营销与投资分析工作中，这次敢练就了一副识人的本领。在 YC， 她的外号就是社交雷达。申请人值不值得信赖，对社区有没有热情，在一两个问题的时间里她就能看透。而这些学生包括后来加入的创业者，组成了 YC 庞大的创始人校友网络，成为了 YC 这所创业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仔细检查 YC 的 S05P4， 会发现除了第一页的10个项目，第二页还有第11家初创企业 Y Combinator。 也就是说，四位创始人把 YC 也视作了 S05 的团队之一，并没有觉得自己高学生一等。在 YC 这所创业大学里，教学相长，师生平等。在第一个批次就大获成功， YC 接下来所做的就是把这套模式发扬光大。06年初， YC 推出了第二轮学生项目，因为是在冬季，所以编号 W06。 而这套每年两轮联合培养的模式也延续了下来。从 W06 开始， YC 进入了硅谷，自此开始为科技行业源源不断的注入新鲜血液。2007年， YC 推出了 Hacker News， 极客版本的 Reddit。 很快这个网站就成了技术宅的线上聚集地，进一步扩大了人才的集聚。紧接着到了 W08， YC 孵化了 Heroku， 一个服务应用开发者的在线平台，设计思想上类似当年的 ViaWeb。 2010年，这家公司被 Salesforce 以 2.12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让 YC 进入了盈利状态，并且不断加速。同一时间， YC 的创业者校友们也在茁壮成长，不断反哺 YC。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 Sam Altman。 作为05年夏天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Sam Altman 不仅自己练就了一身商业本领，还跟着老师们的脚步学起了种子投资。2012年， Sam Altman 以434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始于 YC 当年 S05 暑期项目的公司 Loopt。 可这笔交易过后，他和 YC 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刚刚告别 Loopt， 他就拉起来了一家叫做 Hydrogen Capital 的风投基金，其中 75% 的资金都是投给 YC 带出来的新企业，包括领投 Reddit B 轮融资。当然这也不是单向的报答，而是双向的共赢。短短4年时间， Hydrogen 就靠着 YC 毕业团队的快速成长获得了大量收益，估值翻了整整10倍。当然这也反映出 YC 培养的企业确实优秀。可正值 YC 的快速发展期，已经有两个孩子要照顾的 Paul Graham 和 Jessica Livingston 却决定退休。背后的原因就是名师的高徒已经学成了。 Paul Graham 对 Sam Altman 的评价是，他极其擅长获取力量。2014年， Sam Altman 正式被任命为 YC 的新任总裁，成为了 YC 的第二代领导人。此时 YC 培育的所有企业的市值加在一起已经达到了144亿美元。Y Combinator 再也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暑期培训班了，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创业大学。老师留下来这么大的一个摊子，学生 Sam Altman 能维持得住吗？事实证明， Sam Altman 把 YC 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新总裁上任一年半， YC 推出了 YC Continuity 投资基金，为路演成功但估值低于3亿美元的公司提供后续支持。不仅提供资金，创始人需要的话也可以提供高级管理人才，进一步扩大了对初创企业支持的时间跨度。两年之后， YC 又推出了 YC Growth Program， 为已经完成了 A 轮融资、员工规模在50到100人的中型企业继续提供帮助支持。这儿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初创企业融资的几个阶段。新公司获得资金，首先是前种子阶段和种子阶段，或者叫种子轮和天使轮。它们的区别主要是钱从哪儿来。比如种子轮的钱主要是靠自己或者家人朋友，而天使轮主要是靠专业机构和投资人，用股权来换资金。度过初创阶段，接下来就是 ABC 三轮融资，这时候入场的就都是大玩家了。越往后面，进来的资金量就越大，股份也越贵。当然因为公司运营逐渐成熟，收益也就越稳，所以吸引来的都是大手笔。除了 ABC， 后面还可以有 D 甚至是 E 轮融资，不过通常是三轮。如果公司还在继续成长，最后就 IPO 上市交易了。那么说回 Sam Altman 领导下的 YC， 如果把 YC 看作一座技术宅创业大学，
那么后来的 Continuity 投资基金和 Growth Program 就是研究生学院。可到这儿还没完，2018年 YC 又推出了 Work at a Startup 创业企业工作计划，帮助求职者寻找在创业企业的工作机会。前面提到过的 Hacker News 论坛聚集起来了大量技术人才，但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人人都喜欢高风险的创业之旅，所以创业企业工作计划把这部分人才也调动了起来。这项计划也很有技术人的风格，借助智能匹配算法，平台可以通过问卷分析和条件需求，帮助求职者和企业快速完成双向匹配。新项目在 Hacker News 论坛上宣布之后，很快就收到了超过3000份申请。而另一边 ，YC 毕业的数千家企业有80%都开始从这里面招人。2005年夏天，四位创始人发现的人才集聚的力量，被当年的学生 Sam Altman 再次发扬光大。除了跟进初创企业的更多阶段和进一步聚集人才 ，Sam Altman 还推动 YC 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技术人只能搞搞打车、外卖、交易、购物的互联网企业吗？当然不是。技术人的技术是可以改变世界的。Sam Altman 领导下的 YC 开始更多的把技术宅创业大学激发出的创造力投入到曾经数学、物理、生物课本里的那些深奥概念上，比如核聚变、人工智能、太空旅行等等等等。他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给出了一个判断，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曾经需要举国之力的研究领域已经变成了初创企业也有能力参与的赛道，而 YC 的创业大学模式将助力这些目标远大的创业者大放异彩。Sam Altman 这么说了，也确实这么做了。虽然来钱没那么快，但一年又一年之后，这些不可能的任务居然真的逐渐有了眉目。比如核聚变技术的突破，还有开头我们就提到的 Sam Altman 亲自下场推动的 ChatGPT。把这些成果算进来，与其说 YC 的故事是一个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史，不如说这是一所新型创业大学的成长历程。在2022年的冬季项目中， YC 收到了17000份申请，只通过了其中的414份。录取率已经比当年 Viaweb 技术三巨头的母校哈佛大学还要低了。可纯从钱上看， YC 的投资数额并不诱人。今天 YC 给每家新公司的资金是50万美元，虽然数目不算小，但要走的股权份额也很多。这钱分两笔，第一笔12万5千美元， YC 拿走 7% 的公司股权，第二笔37万5千美元。这次 YC 不会拿走那么多，但要求享受最惠待遇。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公司做好了，估值升高了， YC 后投这30多万美元不会再马上拿走那么多股权，但必须要比你后面找的任何一家其他机构享受更好的条件。比如生意起来之后，有其他公司愿意投375,000只拿1%的股权，那 YC 这第二笔钱也要按占股1%来算，这就叫最惠待遇。当然惠的是 YC。 对创业者来说，这套方案没什么实惠的地方。首先，第二笔钱已经在条款里明确了，YC 在股权上一定要享受最好的条件。然后第一笔 12.5 万按之前的融资步骤分类，差不多可以算种子轮或者天使轮，享受的条件也是远胜同行。有投资机构做过调查，对大部分美国风投企业来说， 12.5 万美元在种子轮大概能拿到 2.1% 的股权，如果是后面的天使轮则会下降到 0.8%， 而 YC 却要拿走整整 7% 的股权。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观察到的反而是大量的申请、激烈的竞争、比哈佛大学还要低的录取率。这恰恰证明心怀理想的人才们看中的并不是 YC 的钱。就像我们一直在讲的， YC 扮演的角色远不只是一家投资公司，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创业大学。讲到这里，关于开篇为什么 ChatGPT 诞生在了硅谷这个问题， Y Combinator 这家公司并不是答案的全部。创新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不是一个短短的视频就能全部讲清楚的。不过 YC 的成长故事确实提供了其中一个侧面，一个很成功的具体案例。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YC 乃至硅谷也有要解决的麻烦。比如今天一个很有价值的镜像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型商业银行的倒闭也发生在了硅谷。包括 YC 自己也面临着模式僵化、早期精神消退、巨大体量反过来干扰自由创新的大企业病。不过今天我们主要探讨的成功的那一面，大家可以透过 YC 的故事想想今天的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自己的性格与能力又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在这个技术时代，创新创造着大量的价值，说人话就是有钱赚。加入到这个环节中去是对我们每个个体都非常有益的事情，而具体要怎么做，这些就要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去独立思考了。当年 Paul Graham 对05年包括 Sam Altman 在内的第一批学员的一段总结，很适合作为这个视频的结尾。
说技术宅比商人们更容易创业成功，搞技术的孩子们也想赚钱，而且想赚大钱，但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式不是去赌股票的起起落落，而是用手中的技术去创造有用的产品，去改变世界。这段话与看视频的各位共勉。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支持，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林毅，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